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欢迎来到指标与策略。本次要介绍的项目是 Fuel 燃料，一条全新的测试网攻链。它与我先前分享的 b u e l Chain 一样，属于零成本就可以参与的项目。同样都是测试网，而 Fuel 的交互任务又更加的简单许多。在区块链的生态，参与测试网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？对玩家而言，只要付出时间成本，就可以在测试的阶段提前了解即将推出的产品或服务。 了解其功能及使用方式与潜在价值，这可以帮助参与者在产品正式推出后更快地适应并利用它。而最主要吸引人的地方，大部分的项目方为了答谢你早期的参与，通常玩家都可以获得等比例的奖励，又或者是项目代币的分配，这里我们称它为空投。至于这些代币在项目发展成功后可能会增值，让早期这些付出时间成本的玩家们带来不错或可观的收益。就因为是零成本，这也是我建议你。 无论如何，都要拨一点时间来参与项目方的测试阶段。回到主题，本次要介绍的项目是 Fuel 燃料，这是一款零成本就可参与的测试网攻链。此项目简单来说，是为了有效改善传统区块链在 VM 架构上的浪费处理，同时增加开发人员的潜在设计空间。除了担任任何单一区块链的 Layer Two。 也可以成为 Layer One 或侧链，甚至是状态通道。对于这些区块链技术面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老样子，公开资讯连接都会放在底下描述栏内。在融资方面，由 Blockchain Capital、Coin Fund 及 Spartan Group 领投，并完成了八千万美元的融资。目前在 Field 生态版图虽是测试网，但它的基础架构已经很完整，期待未来有更多的项目进驻。而官方给出的消息，在今年的第三季即将上线主网。 这也意味着，现在参与测试很快就有机会获得空投奖励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在参与这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及时间成本，在四大象限图里属于第二象限，而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一个区块链钱包以及 View 本身推出的两种钱包，这样就可以来进行测试网的交互。首先，安装你的 View 钱包，使用 Google 插件来进行安装。记得请妥善保管好你的助记词。接着，前往 Sepolia 水龙头界面。 领取 Sepolia ETH 测试币，在币圈内称为“零水”。领水前，请先在右上角完成应用城市的注册。在注册的过程中，我们是以参与者的身份来使用此界面，所有跳出需要付费的选项，请直接略过。注册完成后，复制你原本区块链钱包的地址，并按下领取选项。这里使用狐狸钱包来进行交互。领取完成后，就可以在狐狸钱包里的 Sepolia 测试攻链看到零点五颗 Sepolia ETH 测试代币。 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在 FUEL 测试网的第一个任务。第二个任务，体验跨链功能。前往 FUEL Bridge 跨链桥，将在狐狸钱包的 Sepolia ETH 测试代币跨链到 FUEL 测试供链上。这里我建议0.25颗 Sepolia ETH 就足够。由于是测试网，在跨链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大约等待十五分钟的时间。完成跨链后，也代表着第二个任务圆满完成。第三个任务。 在农场上进行播种并完成收成，进入到 Sway Farm 连接你的 Fuel 钱包，然后你会变成一只兔子来种植胡萝卜。一开始到右上角的 Market 购买十粒种子，然后在十块田地里进行播种，再将成熟后的胡萝卜进行采收。采收完成再回到 Market 将胡萝卜卖掉。此任务大约花费三十分钟的时间，请注意。 一定要完整的走完播种、采收及贩售，而每个动作也代表着与钱包进行交互，这样第三个任务才算完成。第四个任务，在 View 钱包领取 Sepolia ETH 测试币，请注意这个与狐狸钱包上领取的任务是不同的，一个是从狐狸钱包领取测试币，然后进行跨链，而这一个是直接在 View 钱包进行测试币的领取，领取完成后就完成了第四个任务。这个任务非常快速简单。 第五个任务，进行 FUEL 域名购买。首先安装第二种 FUEL 公链钱包，一样使用 Google 插件来完成 FUELIT WALLET 钱包安装。这个钱包比较特别，没有助记词，只要输入六位数密码即可。稍后购买的域名将呈现在这个钱包内。回到域名购买界面，首先将 FUEL 钱包上一部分的测试币转移到 FUELIT WALLET 钱包作为锻造费用，这里建议零点一颗即可。转移完成后。 接着依照个人喜好进行命名，然后点击创建。创建完成后，可以在 f i l l e t Wallet 内的 NFT Portfolio 选单内看到刚才所创建的域名，这样就完成第五个任务。最后，进入到第六个任务，创建自己的保险库，使用第二种钱包 f i l l e t Wallet 进行互动。目前，该项应用程式还未开放对应功能。 我们只要进行钱包交互就可以了。以上就是本次 View 测试链生态任务流程解说。走完一至六整套任务流程，大约花你一个小时左右。我个人建议每周最少进行两次以上交互。好啦，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，不要忘了追踪我的 Twitter，更多的资讯都会在我的 Twitter 上更新。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其他更棒的想法，欢迎底下留言。指标与策略，祝各位顺心，我们下次见。